人齐了，咱们开会。这个石河子的75案件、88案件和乌鲁木齐的819案件，三个案件的现场提取的弹壳，经过比对鉴定，是发自同一支枪射出的。这样呢，就具备了备案条件。区公安厅决定啊，组成由区厅牵头，两地公安机关的主要领导参加，成立专案指挥部。分工嘛，是这样子。乌鲁木齐公安局主要负责乌市的侦查工作和抓捕工作，石河子市公安局主要负责犯罪分子的落脚点的这个挖掘和摸排工作。这个两地啊，要互通信息，咱们谁也不准封锁消息，两地获得的证据材料共同享用。两地的协调工作由区厅郝成副处长来协调，金明是协调员、联络员。现在需要呢，就是把两地的这个情况汇总一下。乌鲁木齐的这个75案件、88案件，上次兵团公安局这个818的会议上，由薛局长他们已经做了详细介绍，这里就不多说了。乌鲁木齐的819案件，一会儿洪涛，你跟薛局长他们详细介绍一下。另外呢，关于证据材料的问题，比方说像提枪带这样的重要线索，我的意见是交给石河同志他们继续调查。看看李庄、战军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？可以。我看那个石河的情况，那个同志比较熟悉当地情况，他们调查起来可能更便利一些。对，您看局长。根据咱们目前的刑事犯罪情况啊，就是流窜准、跨地区准呢，这个趋势比较明显。因为我们现在打击刑事犯罪了，必须要各级的协作配合。我看我和薛局长，咱们配合起来干吧，那好吧。咱们乌鲁木齐公安局啊，办案多，经验丰富，陈局长、齐局长，还有咱们洪涛处长，都是侦查专家，跟他们联手办案，我们心里踏实。看来协作是个大问题啊。办案有利，是高于一切的大原则。我希望咱们能通过这个案子摸索出一些经验来。车不然打死你！大哥，你到哪？走去黄河路。你把枪放下行了。快点，走黄河路。走走走，我走。快快快快！
似乎这个案子一八幺九可以并案问起，我们在认真研究，希望你们一线指挥员同志要多动脑子，多想问题，有什么意见随时向我报告。有错报告的，坐坐坐坐。这是1500块钱，是我弟弟的房租，还没到时间呢嘛，先拿上吧。报告局长，这个司机知道一些情况。刚才我在这地方拉了两个乘客，两个乘客完了以后，当时有一男一女在车上，女在后座坐着呢，男的用枪顶着我的头，让我拉往黄河路走。到了黄河路以后呢，他们到粮食储运中心下了车，其中嘛，到那以后有两男一女，然后他们就到粮食储运家属院了。两男一女，好，立刻封锁家属院，派民警进行巩固查访。周强、周军、周立经过密谋策划，制造了这场惊动边城的大案。三犯在刘成家分赃后，决定分头逃跑。周军、周立在警方围堵储运公司大院前溜出了刘成家，但是周强还没有来得及逃跑，已成了瓮中之鳖。谁抽着？我是，来，随便抽。叫什么名字？林晨。干什么的？辽宁储运公司的。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媳妇还有一个儿子。他是谁？我叫周强。干什么的？在商贸城做生意。多少号摊位？7号楼2月20。家是哪儿的？四川的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住刘哥房子住。有暂住证吗？我刚来，还没去办。有车票吗？早扔了。扔了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半个月前。这就刚来吗？哎，大哥，这我家亲戚，明天就去办。不是让你去办，咋没去呢？最近忙，明天一定去。抓紧点啊。好。麻烦二位了啊，二位慢走啊。刘哥，谢了啊。以后但凡公安局什么人来问，你就说没我这没住。好。哎，你怎么不走了？等天黑吧。刘哥，你看，就一点意思，你收着。哟，哎，小意思。刘哥，以后要有人问起，你就当没见过我们三人。没租过你房子，你们查没查到暂住人口啊？这部分工作做了没有？我们一共查到了4个重点户，有2户家里来了亲戚，但都是老人和孩子，有2户出租了房子，其中1户是一男一女，男的叫朱玉刚，
女的叫李红，户主不在这儿住，另一户呢，户主叫刘晨，租房子的叫周强，都是男性，两个人都在家。吸这么多巨款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逃跑，你们两个把这两户监视起来。刚才他们清查刘成家的时候，发现刘成家一个叫周强的挺可疑的，他们已经控制这户人家了。你们两个马上带人去正面就是周强，发现问题立即击破，同时告诉同志们注意安全，犯罪分子的手里有枪。哦，来了。你是户主刘成吗？对，我是。他是你家亲戚周强吗？对，是我。在他妈是做生意吗？啊，对。在刘成那办是吗？还没办。抓紧时间办，遵纪守法，好好做生意。接到举报，有个犯罪嫌疑人跑到你们这个样子，啊，为了注意安全，晚上别出去了，你说吧。仅用了十个小时，银行抢劫案即告侦破。经审讯，邹强与哥哥邹军、妹妹邹丽共同策划了银行抢劫案。当天晚上，邹军在逃往外地的途中被卡点抓获，邹丽在五家渠自己的家中被抓获，但三人与819案无关。进来。局长，新疆发生了大案，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，打死七人，击伤五人，抢走人民币140万元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案子已经呈报了部长。部长指示要设立专线，密切地注视新疆的案情发展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十五大就要召开，北京的治安要稳定，全国的治安都要稳定，可是新疆的这个案子对于全国影响很大呀。局长是不是要我飞新疆？我看你要做好准备，恐怕是要跑一趟的。哎，新疆陆怀江厅长你熟悉啊？嗯，熟悉。过去啊要多依靠他。不过该挤他的时候挤他一下，争取在十五大召开以前破获此案。陆厅长肯定会抓得很紧。这我了解。什么时候出发？你先别着急。春阳啊，我最近脑子里总在转着一个问题，我在想新疆这起案子会不会与北京的408系列枪案有关。局长，您是这么想吗？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怀疑啊？我只是一种感觉，但谈不到根据。来说说看。我只是说说而已啊，但是不负责任的啊。谈谈你的想法吧，这有什么。这个新疆的电船过来，我就在想，两起案子，
相距很远，但是这个罪犯似乎很熟悉。我就给新疆公安厅的郝处长打了电话，在这个边疆宾馆的案件中，罪犯共打了12枪，打死了7人，击中了5人，其中除了一名保安人员身中2枪外，其余的都是1枪被打死的。嗯，像这样的手法是不多见的。这样就使我想起北京的1对6，徐水的1对3，这3起案件中罪犯的作案手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就这些吗？还有乌鲁木齐819案发的当天，新疆方面就与石河子的另一起案件并上了案。石河子的案件中，犯罪分子打死了2名警察，抢走了1支540手枪，这与北京的案子袭击对象发生了变化，但目标一致。还有什么都说出来。还有，我记得北京408系列枪案的子弹来源与新疆有关系，当时刘维镇曾派专人到新疆去调查，这就说明犯罪分子与新疆有某种联系。唉，这单从逻辑上推演，犯罪分子也可能采取大范围跳跃的方法作案，就是在新疆搞子弹，回到北京抢枪，再回到新疆打响。问题怕不这么简单吧？当然不会这么简单。你看过了新疆的民传电报？最重要的是枪的不一样，新疆方面认定的枪种是5-6式自动步枪，408系列案的最后一案，犯罪分子已经使用了81式自动步枪。虽然408系列案的犯罪分子使用过5-6式，可是这是一条半自动步枪，这里面有问题。会不会新疆方面搞错了？陆厅长这么精明的人能犯这种低档错误吗？这的确是个问题。案子错综复杂呀，你所说的怀疑我也想过，这里边有没有我们主观的问题？408案子我们的压力太大了。要不要向新疆调弹试一试？现在恐怕不妥当，依据不足，让我再考虑一下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喂，黑龙江省厅吗？我是公安部5局，请你接一下刑科所的邓家山。嗯。喂，家山，哎呦我的老伙计，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，我是长风啊。你好，哎呀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
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这个枪弹专家，啊，啊，我是想问一下，56式自动步枪和81式自动步枪，他们的枪弹射击痕迹有多么大的不同？不，我不要什么具体的特点。什么？什么？很相像吗？有经验的专家，经过仔细的比对，能够区别。什么？81弹接触少的，有可能混交。好。哎呀，老伙计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不，我没有别什么事了，给你打电话呀，就是要你向你请教，强化一下我的一个判断呢。好。哎，嘉山，下次你再来北京，一定要到我家里坐坐，啊？好。哎，咱们一言为定啊。好，再见。春阳妈，我同意你的意见，不过不能以局里的名义，要先以你们一处的名义从新疆把弹壳调过来。哟，局长来了，大家接着看。好的。咱们石盒子把这支枪定为56式自动步枪，依据充分不充分？老韩，咱们是在研究技术问题啊，我不是对前期石盒子的工作怀疑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都是为了工作，这没关系。情况呢是这样的，当时定56式啊，是科里多数人的意见，我们也怀疑过其他枪种，你比如说81枪、85枪。这个结论当时主要意义在于75和88的定案，再一个就是呢，排除了这个半自动步枪的可能性。对，是这样。石盒子的前期把所有的自动步枪都列入了普查范围，不仅仅是56式。我倾向于啊，这个现场的枪啊是81式自动步枪发射的。你说说根据。我认为啊，819案件与石盒子案件两案相比啊，由于犯罪分子在公开场合下作案，现场的证人多，遗留的物证也多，对于我们刻画犯罪分子包括对枪种的界定的有利条件也多。犯罪分子开枪前，边疆宾馆有一位目击证人叫塔西布，他看到了一个高个子背着枪，据他介绍的情况来讲，他专门过去看了一下这支枪。这支枪呢，枪身比56式短，总心部位也不同。另外一位目击证人叫雨苏普，他是在俄式餐厅外卖烤羊肉的，他的描述情况呀、啊，和这个塔西布啊是十分相近的。另外，目击证人中啊有一名叫李三河的复员军人，他认为啊，这个犯罪分子所持的不像56式自动步枪，而像81式自动步枪。但是边疆宾馆的保安张毅啊，他也是复员军人，他始终尾追着犯罪分子，他认为认定犯罪分子所持的就是56式自动步枪。在技术上有没有什么依据来帮助我们界定这支枪呢？81式自动步枪啊，我们接触的比较少，不过现场提取的样本弹壳啊，和56式自动步枪的弹壳进行比对啊，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细微差异点的。我个人也比较支持中医的这个意见，石盒子这个鉴定结论呢，
还有运缺陷，这个情况我知道。这主要是呢，在这之前啊，我们基本上也没接触过八一枪。你这个说法，薛局长同意吗？石河子的技术工作由我负责，技术工作嘛，本身就是为破案服务的，何况技术鉴定结论本身也有一个不断精确、不断修正的要求。钟毅，你的意见呢？我的意见啊，从部队上或者是武警部门啊，多调一些八一式自动步枪，我们更多的制作一些弹壳样本进行比对检验。郝师长，这项工作吧，还是由厅里协调一下吧，这样操作起来会比较方便。见他难缠，他也不敢撒野，这个我绝对敢保证。还有一家那个叫什么名字的？哎，关天明！哎，过来！啊，杨院长。杨院长，有事啊？你这上哪去啊？我这洗澡去。哦。哎，你这两只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是吗？昨晚玩牌啊，玩太晚了。哎，关志明，杨局长在这，拿点烤肉来吃吗？行。杨局长，来，给拿点烤肉。哎，洗澡去啊？嗯。啊，够了吧？够。杨局长，要是烤肉到天津摊拿去，我先洗澡去。行啊，那你去吧。哎。好，再见啊。倒回去吧，倒回去，加着油啊！哎，自动步枪，五六式13043906。痕迹还是反应比较明显的，对，啊，嗯，和尿细微差别大，嗯，细节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，嗯，样本打多了，特征就反映出来了，对，你来看看啊。样本制作的多了还是好，嗯，你看，差不多，对，可以认定了，好，嗯。
你们的结论呢？枪种的确认事关重大，可能对案件的整个侦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我们初步认定是八一式自动步枪所发射的。这个现场遗留的弹壳啊，和咱们检验的这个八一杠这个枪的弹壳比对啊，差一点多呢，还是共同点多？几乎没有差一点。那就定。八月二十日，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决定，将石河子75、88两案与乌鲁木齐819案并案侦查。当天下午，周宝龙把重要物证提枪包带回石河子刑警大队，立即组织人员展开调查。这个包啊，指挥部把我们交给我们了。它这个封子特点呢，比较鲜明。我们就是挖第三次也把封包的人找出来。老天，你们准备怎么查？我准备先从石河子城去查起。郝处长，我是公安部五局一处的余春阳。对，一处希望调819案现场提取的实弹样本到北京，与北京的案子现场的子弹进行比对鉴定。对，请郝处长安排一下。这事儿我得向陆林阳请示一下。我这里时间紧迫。你要知道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哪有这个权利啊？我必须得向厅里汇报。好吧，请代我向陆厅长问好。春阳啊，有件事情想向你请示啊。春阳，你是不是为了819的案子你要过来？你过来我欢迎啊。819案件我可能要到新疆啊。对对对对对，现在是为了另外一件事儿，可能与819案件有关。对对对，北京的408系列枪案你知道吧？北京已经搞了一年半了，而至今还没有突破。北京的案子子弹与新疆有关，我想调一下819现场的子弹，对，与北京的案件碰一碰。这两个案子会有联系吗？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犯罪分子一直长期在石河子潜伏作案，很难和北京的案子扯到一块儿吧。陆厅长，北京的案子我是比较熟悉的，对，还是有一些条件能够碰得上的，犯罪分子的基本素质以及他的射击技术都是很相像的呀。北京提出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依据。春阳啊，我希望案子搞得单纯一些，一切从侦查的角度出发。我考虑啊，这个案子还是立足于在我们新疆解决问题。我是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是不想把这个案子搞成清定的案子，也不想惊动上边。这个案子不惊动是不可能的。819大案在国外都有了反应，美国和英国的华语电台都做了报道，北京很重视，部里都设了专线，案子已经在上面挂上号了。北京方面重视我能理解，这个案子我会对部里有个交代。不过你考虑一下啊，掉弹的事儿以后这个必要吗？我认为有必要。案子并上了条件多一些，案子没并上对新疆的侦查工作也没什么影响啊。
影响肯定会有的，起码会给我们增加压力啊。那样吧，吊弹的事儿我再考虑考虑。杜厅长，我知道你那边的工作有难处啊，出了这么大的案子，各方面的压力都不小啊。说实话，北京408的案子压力也很大呀，案子是中央上层直接过问的，对，一年多都没破获了。这党的十五大马上就要召开了，如果不除掉这个隐患，真的出了事儿，是谁也担当不起的。这回你讲实话了吧？我就知道你来电话没好事，准得给我添麻烦。怎么样，吊弹吧？这个事儿我得请示一下张厅长，你多少得给我点时间吧。多长时间呢？哎呀，你真是步步紧逼啊。我这车马上就到厅里了，你等我电话吧。我现在什么也不干，专等你的电话。哎呀，真拿你没办法啊。请进。厅长。哎，王洛。厅长，北京来电话了。啊，于春阳要调遣边疆宾馆的现场子弹。他们吊弹干什么？部里的怀疑，新疆这个案子和北京408的戏水枪案可能有关。你什么意见？开始我也不得赞同，后来春阳他一句话把我说通了。他说并上案有利的条件可能更多一些，即使并不上，对我们的侦查工作丝毫也没有影响。我觉得这个话还是有道理的。北京方面提出这个要求必有他的道理，跟他们表个态，我们全力支持。好，那么我马上给北京打电话。喂，是陆厅长吗？春阳啊，厅里做了研究啊，同意你们调子弹，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去。什么时间？兵贵神速吧，赶今天下午的飞机，你派人到机场去接一下。哎，师傅来，老板干啥啊？你这个店儿以前不是专卖定鞋用品的吗？哦，是，原来是卖定鞋用品，生意不太好做，现在改成卖渔具了。啊，你看一下，嗯，你以前卖过这上面的线吗？哦，这种，这种单股线还卖过，现在还有，你看，就这种一拿。这种三股棕色线还从来没卖过。从来没卖过？从来没卖过这种线。这个专卖定鞋用品的店儿，在石河子还有几家？据我所知，就我一家。原来呢，我是批发加零售，一般的那个缝鞋子人呢，进货都在我这地方进。这个线从来还没有进过，也没卖过。不过你可以到那个进鞋子那个地方去问问看，他们在其他地方有没有进这种线。你们可以到那里打听打听。好，谢谢啊。谢，好，谢。嗯。人都到齐了没有？到齐了，到齐了。嗯，咱们抓紧时间说。
我先把我们大队这两天工作情况汇报一下。我们大队汉族和民族干警这两天嘛，对边疆宾馆双茂城内的624个摊位、12家公司，以及咱们边疆宾馆大门前的商店、旅馆、冷饮摊、发廊，大概有共计有38家。咱们宾馆墙外，居住的居民919户进行了调查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在对那个边疆宾馆院内停放的110辆机动车、136辆非机动车进行了调查。调查中呢，我们还对边疆宾馆的内部职工412人，进行商业活动的俄语翻译71人进行了走访，摸出了嘛，跟石河子地区有关系的人，总共有93人，重点进行了走访。具体呢？具体有没有啥情况？没有，还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线索。我们大队对被害人逐一进行调查，对两名遭到抢劫的被害人家属做了重点查访，并到他们的家乡进行了调查，在他们近期的接触人和联系人中未发现可疑人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什么了。没什么了。没什么了。没什么情况了。我这也没什么。没有了。散会。